妹，你学过钢琴啊？我6岁的时候学过半年，后来就半途而废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他要是不半途而废呀，那我就英年早逝了。你有这么严重啊？可不是嘛！哎，我要是逼他练1个小时的琴呐，他的手就会抽筋。 哎，我要是逼他练2个小时的琴呐，他就会梦游。哎，我要是逼他练3个小时的琴呐，他就……你说了，走，快走！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？嗯，看来心情不错啊，放你一天假就这么有效。对呀，所以你以后应该经常给我放假。 哎，文庭院天天看你脸色。快松手啦！你差点害死你老妈！阿姨，阿姨，你要是逼袁美练3个小时琴，她会怎么样啊？你尿床！尿床！袁美。 哎，英东啊，辛苦了啊！叔叔，哎，我走了。大家都在呢，你为什么要走啊？来吧。哎，袁美，你刚才的问题就是手指太紧张，应该再放松一点。嗯。哎，对，就这样，手腕再抬高一点，手里像握个鸡蛋。 小美，哎，叔叔，哎，有人给你们买饮料来了啊！哎，谁呀？谁呀？哎，刘英东啊，刘英东，来，去。 回来了。小雨在练琴。这才是我们于家的儿媳妇。 Auntie, Uncle， 谈得潇洒。Uncle 最会安慰人了。我潇洒是因为真功夫不够，比波波差远了。唉，出色的演奏家，不但要有真功夫，还要有感觉，有神韵。余波这孩子还太过拘谨。那是因为他有负担。他有什么负担？就是 uncle 你嘛，波波背负着 uncle 太多的期望，当然会比较累，比较潇洒不起来。安铁啊，我今天就不在家里吃饭了。又是小波请客吗？是我敲他竹杠。 这几天我逼着他陪我尝遍了各地风味，不是南北大菜，全都是小吃，很便宜的。去吧，安迪安可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小东西啊，拐着弯的来替余波出头。本月30日重章，届时欢迎惠顾。要不要打电话问问唐先生？我得先通知小雨改地方。又要去吃饭？本来想约好了在这里见你，顺便再去吃饭。他难得回来一趟，你还是去陪他吃饭吧。我要回家了。哎，对了，小雨让我明天陪他去香港，说是要疯狂购物。 喂，创世纪停业了，你早知道了。那你现在在哪里啊？西园大排档。哇，你要把我吃穷啊？你怎么这个样子啊？我觉得这里的味道不错，就在这里吧。坐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宿舍。明天早上我们有些工作要做。明天早上有工作？好吧。去，快来吃，家常味道比大馆子好。来吧。妈，司机送你回家，我有事先走。哎，你去哪里呀？午夜的钟声响起，天空渐渐安静，所有的星星将化成流星雨。拥有你的美丽是我心的秘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可爱的公主和一个英俊的王子。可爱的公主叫小雪。 英俊的王子叫什么？耶！我是否有点坏？让我的青春冲出这忧郁，雨后的彩虹有泪水的晶莹。快走啦！ 起这么早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不是习惯早起吗？我习惯早起看书，又不是出门。你要干嘛？请上车。这是你的车？借的。就我们俩？马上就会装满一车小孩子。我们要去山顶孤儿院。嗯。 真的？谁敢骗你啊？上车。嗯。好漂亮，好可爱啊！都是你买的吗？我打劫了一家玩具店，顺便抢了旁边的食品店，还有好多好吃的。出发了。OK。坐稳了。啊。 你猜我们去香港买什么？不就是时装、化妆品吗？嗯，是生日礼物。生日礼物？忘了吧，uncle的生日啊！我们要为 uncle 办一个风风光光的生日 party，OK？ 你不会跟 uncle 别扭一辈子吧？ 小时候，我跟你闹别扭，就是不肯去你的生日 party。你跑过来跟我说什么？不记得了吧？你说，一个人一辈子过不到几十个生日，尤其跟亲人一起过，次数就更少了。做子女的还能为父母过几次生日呢？我错了。 你的，别急，每个人都有，不要着急。啊，帮我！别急，别抢，别抢。 你是我第一道曙光，仿佛看透我思量，解我心肠，指引我朝你的方向。像海浪一样被天上月亮影响，跑累了想要停靠沙滩上狂想。我常想，是否就是这样被你影响？ 我以后的梦想，不再是远方像鸟儿一样被夕阳西下影响，忍不住去想那一片温暖金黄。我喜欢像个孩子一样被你影响，我的心从此托你好意收藏。 不错，你走啦。在孤单的地平线上，你是我第一道曙光，仿佛看透我思量，解我心肠，指引我朝你的方向。像海浪一样被天上月亮影响。 跑累了，想要停靠沙滩上狂想。我常想，是否就是这样被你影响？我以后的梦想，不再是远方像鸟儿一样被夕阳西下影响，忍不住去想那一片温暖金黄。我喜欢像个孩子一样被你影响，我的心从此。 托你好意收藏，谁不曾为爱痴狂？虚度时光，像从前的我一样，昨日凄凄惶惶，人海中随波徜徉。可以吗？幸运的我啊！ 在你温柔的脸庞，很流浪，像逃亡的潮水一样，溅湿了幸福的模样。哦，像海浪一样被牵上月亮音响，跑累了想要停靠沙滩上狂想。我常想是否就是这样被你影响，我以后的梦想不再是远方，像鸟儿一样被夕阳西下影响。 忍不住骑向那一片温暖的银黄，我喜欢像个孩子一样。你屁股带上吧。怎么啦？我不佩戴啊。嘿，配极了。哇，跟我女朋友的手一样漂亮。少在我面前提你那些女朋友。 小姐，再包一条一样的。我也会想大家的，大家一定要听话，知道吗？金鱼哥哥不要走，哥哥还会回来的。真的吗？小雪姐姐很快就回来看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一定要。那你告诉我，是俊逸哥哥好，还是余波哥哥好啊？余波哥哥是谁呀？ 就是上个星期跟小雪姐姐一起来的那个吗？小雪姐姐她没来，好久没来了。开心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开心嘛。嗯。比上次你跟余波来怎么样？一样开心啊，这有什么好比的？是没得比。 余波根本没带你来过，谁说的？我跟余波一起来的时候，蓉妈妈还活着呢。你可以骗你自己，可你骗不了我。我骗你什么了？上个星期你不是说余波要带你来孤儿院吗？说了又怎样？不可以临时变卦啊。是因为他跟别的女人有约会吗？你胡说什么呀？那个季芳雨就像他亲妹妹一样，是。 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是吗？所以两个人要手牵手逛大街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互相喂着东西吃。那是因为季芳雨刚从国外回来，10年才回来一次的。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说服我之前，最好先说服你自己。 我没什么好说服自己的，最讨厌你搬弄是非了。我搬弄是非？谢谢你今天的。 是因为他跟别的女人有约会吧？是吗？所以两个人要手牵手逛大街，你一口我一口的相互喂着东西吃。波波，是我，俊。喂，怎么不说话？ 我不是那个骗你的人，你就这么失望吗？宝贝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漂亮吗？送给你，我还要送给你一样东西，你看。什么东西啊？打开看吧。嗯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喜欢吗？嗯。我给你戴上。好。 去香港都买了些什么？给我爸买生日礼物。生日礼物？对啊，明天是我爸的生日。小雨不说我都忘了。对不起啊。累坏了吧？有一点。喂，我没有回家，你都知道啊？什么？ 明天要去宴会厅，不用那么隆重吧？难道我还要穿燕尾服啊？那你呢？你要穿的像摩洛哥王妃一样，太夸张了吧？你要开化妆舞会啊？好吧，好吧，都听你的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小雨真是有办法，居然弄出这么盛大的一个宴会。会去很多人吗？小雨发了30多份请柬，全是音乐界的大人物。没想到他认识那么多人。小雪，我真想带你去，只是……我知道，你爸爸平时都不愿意见到我，何况是他的生日宴会呢？小雪，我替我爸过生日是为了尽孝道。 但原则性问题，我是不会妥协的。原则问题，指的是我吗？是我们。我一定要让他接纳我们。他不接纳的人，只有我一个而已。安婷，怎么样？香港好玩吗？好玩。 小雨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啊？你 uncle 就要过生日了，麻烦你带小波回家吃顿团圆饭。就一顿团圆饭吗？Auntie的要求也太低了吧！告诉你一个秘密哦，你可不许说出去。嗯。小波子早替 uncle 准备了生日礼物。 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，一个超级的 surprise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小雨，你回来了真好。特立独行，与众不同。热情时如火，冷漠时如冰。领教过你的炙热，也领教过你的冰冷；领教过你的若即若离、阴晴不定；领教过多少次伤心，却依然放不下我这颗痴心。 哦，我的天哪！姥姥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写的实在太感人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看完了想吐呢。哎，是不是以为姥姥没品位，还是对自己没信心呢？姥姥，说句实话嘛，看完了真的很感人吗？哎呀，实在是感动死人了！哎，就凭这个，要是还拿不下杨小帅哥，啊！哎、姥姥，借您吉言。哎，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反应还挺正常的嘛。谁说我不正常了？你妈说的。你妈说你昨晚一回去就是摆着一副臭脸，所以你妈关照我，我特意带了香水来给你化解化解呀。哎，君毅，你去哪里呀？回家洗头。哎，你请我吃饭嘛，我送你一样好东西。 你自己留着吧，我是专门为你写的呀。别告诉我是情书啊！臭美，这是我为你写的歌词。你不是要参加什么校园歌曲大奖赛吗？哎，你有兴趣了吧？没兴趣。嗯，是你自己已经写了，还是有合适的歌词了？谁也没写。 我不参加了。杨君逸，谁给你气受？你找谁出气呀？你凭什么跟我发脾气？人家小雪跟余波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。你明知道自己没希望，你为什么还要死追不放？你不是自讨苦吃吗？那你呢？ 你明知道我心里喜欢的不是你，干嘛还天天追着我？人家就是喜欢你呀、啊，人家就是喜欢和你在一起，难道不可以吗？我喜欢的是小雪，受气我乐意，干你什么事啊？藏有多少悲和喜，像冰雪洗礼，又如此透明。我这颗花岗岩脑袋，就算小雪一辈子不爱我。 我也不会爱上你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不止一个你，只能远远地想象慰藉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又不是你的谁，不能带给你安慰，担心你枯萎，凋零的玫瑰，仿佛希望花。 很会，要不是痛彻心扉，谁又记得谁？只是云和月相互依偎，是彼此的印证，不能哭喊已破碎，曾经的最美，独自一个人，熟悉的肩。 别问你在想谁，不去追回已憔悴，爱过的机会，真是已粉碎，人是已非，还有什么最可贵？我又不是你的谁，不能带给你安慰，任性你枯萎，凋零的玫瑰，仿佛希望化成灰。要不是痛彻心扉，谁又记得谁？只是云和月相互依偎，是彼此的影圈。 破碎，曾经的最美。到现在，你们还没确定参赛曲目。嗯，那你们天天忙什么？去，叫杨君逸来一下。杨君逸。 吴老师叫你去办公室呢。什么事啊？今天必须确定参赛曲目，否则就算自动弃权。那就算自动弃权好了。你。 杨俊逸同学，你不能说弃权就弃权，请你下来跟老师讲话。当初坚决要求参赛的人是你吧？啊，现在随便弃权的人也是你，你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。 只是我对这件事情突然没兴趣了。小雪，把余波找来。你自动弃权，我只好派余波去了。哎，不是叫你去找余波去吗？余波今天请假了。请假？嗯。请什么假？事假。今天他爸爸过生日。于汉博过生日？嗯。他为什么没请你去？ 小雪，我替我爸过生日是为了尽孝道，但原则性问题我是不会妥协的。原则性问题，你指的是我吗？是我们，我一定会让他接纳我们的。他不接纳的人只有我一个而已。于波他爸过生日，干嘛要请小雪去？真是的。 小雪，跟我走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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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！生日快乐，于先生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 哎，小雪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走啊，走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要紧张啊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呀，时间都来不及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进去以后，你先代表学校把这束花送给于先生，我呢再去找于博商量啊。哎，吴老师。 是。哇！是啊。大家请安静。刚才为大家即兴演奏的是于先生的公子钢琴王子于波。 另一位是于先生当年的得意门生，刚刚回国的季芳雨季小姐，真可谓是将门虎子，名师高徒。好，跳一个，哎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逃有什么用？放开我！除非你尖叫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来宾，谢谢大家。ING 公司的罗先生。 爸爸，祝您生日快乐！接下来，请季芳雨小姐致辞。亲爱的uncle，生日快乐！各位贵宾，我出国10年，很高兴这次回来正赶上我的音乐启蒙导师于汉博先生的60岁生日，所以我想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。50多年前。 一位海外的年轻人，因为听到一张唱片，毅然决定回国。那张唱片叫《黄河大合唱》，那个年轻人就是我爷爷。我爷爷说，只有伟大的土地才能孕育出这样震撼人心的音乐，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，总有一天要把努力开创的成就推向全世界。我有幸跟随于老师走进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，这些年在海外又接触到像韦伯、伯恩斯坦这样的大师。 他们把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起来，用歌剧《魅影》这样伟大的音乐剧感动了全世界。我就在想，当代中国已经有了《梁祝》与《阿姐鼓》，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呢？创作出一部集古典与流行、东方和西方于大成的音乐剧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相信这也是于汉博先生的愿望。所以我的礼物就是。 由 RNG 公司的罗先生和创世纪的唐先生等专业人士联合立项，邀请于波担任作曲，创作一部完全中国的音乐剧。谢谢。还有，在作品完成之后，聘请于汉博先生和他的华夏交响乐团担任演奏。诸位，具体细节请唐先生和罗先生向诸位解释。 这个女人真不简单。小雪，走，走啊！你这孩子，居然对 uncle 搞突然袭击，人家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。于先生，于先生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这是我们学校全体师生的心意。小雪。 不要啊！我说，我爱余波。小雪，吴老师，哎，于伯伯，生日快乐！谁请他来的？爸，如果他是你给我的生日惊喜。 我劝你还是免了吧，爸。哎呀，爸，小雪，啊，来，大家干一杯。小雪，小雪，跟我来。不，于汉博，你神气什么？你是谁？ 跟他一样，是你儿子学校派来的代表，杨俊逸。该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说，现在没你说话的份。我们出去谈吧，不必了。我听说，所谓的社会名流，十有八九都是狗屎蛋，表面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。 表面上像绅士，其实你连最起码的教养都没有。你不配小雪叫你一声伯伯。这花弄脏了，我要你爸。啊！你走了，我们走。太野蛮了！小雪，先生，哎呦，快叫车！老婆，快叫车呀！你要坚持住！安可，爸，你给我站住！是我害了他，是我！击，要找人偿命，那个人是我。不，他不能死，他不能死！不想让他死，就老实在这待着。别紧张，我看那老家伙八成是装死吓人的。 出来！你是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病情怎么样？大面积心肌梗塞。哎妈！